这不是漏水哦。当水来的时候，雨衣内膜白胶阻挡了外来的水，吸饱了水后就会有冰凉感，但它不是漏水哦。唔通安尼啊！我们的雨衣跟市售 PVC 材质的雨衣是不一样，所以长期放在车厢里面，寿命会减短。内层透湿的贴膜是非塑胶的材质，一定要阴干再收纳。唔通啦，唔通啦！记得哦，雨衣用清水手洗就好，不要放进洗衣机里面哦。